跨所登记免奔波，就近申办好轻松。小花，妈怎么了？我们最近在大圆买了房子，找个时间去地震办理过户登记吧。哦哟，我等一下出门顺道去附近的中立地震事务所问问怎么办理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我在大圆买的房子能在中立地震这边办理买卖登记吗？可以哦，桃园市地震业务跨所登记服务，跨所登记开放项目全国第一，您可以选择本市内就近的地震事务所办理哦。哇，太棒了！那还有哪些项目可以跨所办理登记呢？除了涉及测量之登记、土地或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、更正登记、属计事工业条例或地籍清理条例公告清理之标的、嘱托登记之外，其余皆可跨所申办哟。哇，有了跨所登记服务，真的省时省力免奔波呢。这是申办填写办理，有其他问题欢迎随时询问哦。好的，谢谢。跨所登记案件快速又方便，防疫期间欢迎民众多加利用。